所以怀孕是在你们的计划中吗？我们结婚第一年那时候想要宝宝了，然后那时候因为肥胖嘛。对，然后跑到秦皇岛去减肥的，然后减了一个多月，也是在那边生病了，就因为我俩这个关系嘛，特别僵特别僵，然后已经到不说话那种边缘吧。然后我这个人特别没有安全感嘛，我从来没离开，我就是我俩就是自从在一起从来没分开过，然后我在那边就是上火，其实内心是不想分开的，但是我就觉得就长期这种状态哈，就早晚都会出事儿的，就是说想这些分手吧，就是离婚，就是对自己彼此啊都会好一些。在那边生病了，高烧了将近40度回来的，然后回来在医院得有个十多天吧，整个就是基本上就是在躺着吧，一点都动弹不了，都是他来回推着我，轮椅呀和那个单能推的那种单床，都是他推着我来回走的。那次反正就心又活了，然后就怀孕了。